强调新冠病毒的疫情迟早会结束，因此美国知名的旅行社拉丁假期推出了2021年的行程优惠，鼓励民众努力对抗疫情的同时，也能够提早规划未来行程。强调要与华人社区共体时间，拉丁假期除了提前规划2021年旅游行程，甚至还推出史无前例的超强优惠来回馈观众支持。这个促销是什么？是两人合减1000块钱，以前呢都是合减300块钱的早鸟，一个 early bird。 但是呢，我们是说现在呢你可以来报名2021年的团呢，我们就减多一点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情况要稍微多一点时间呢，我们这些团的日期呢都会往后推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至于行程安排，拉丁假期将持续用心规划叫好又叫座的热门行程。当然呢，我们最受欢迎的是南美洲四国的行程，这个包括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鲁都是最好玩的地方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可以包括玻利维亚或者是南极巴拉哥尼亚，我们也有智归岛在厄瓜多尔，还有呢哥伦比亚。秉持全程吃得好、住得好、玩得好之外，旅客最爱的独家行程更不会少。到每个国家呢，我们都已经挑好了哪一些活动呢，可以真正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、它的历史，哪些东西最好玩。那当然呢，也是拍照啊、拍 video 很重要的，我们这些都已经挑好了。拉丁假期相信疫情始终会过去，因此民众应该常保积极乐观的心情，甚至可以提前规划2021年旅游行程，来作为对抗疫情的原动力。观众查询更多行程优惠，请上拉丁假期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